好好的敦南商圈是许多人的购物天堂。在马路中间的小公园，在喧闹中带点惬意。习惯的不仅是回忆，还有整齐的街道与人文的好好气质。宁静的下午，宁静的街道，让喧闹的心情一下子好好了起来。明明是在繁荣的市中心，却能享受好好的大自然。就像置身在森林当中，感受短暂的平静。我想再也找不到这么好好的校区了，宁静安全的卧龙巷，在这培育着小树苗，从国小到大学，相信在这念书的学子个个都是能够成为人才的未来主人翁。好好的生活机能，让你突然想买点什么也不是问题。台湾是美食天堂，琳琅满目的小吃也在这好好的生活圈内走路就可以吃到。偶尔也想要来点不一样的夜生活，不复杂却富有情调，和朋友们小酌一杯，吃点好吃的也没有问题。好好的敦南，好好的享受。